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1月11日，美斯将出战昂热。法甲第18轮，巴黎圣日门在主场迎战昂热。队报报道称，利安努美斯将铁定参加本场比赛，尼马达施华目前还不确定能否出战。巴黎圣日门主帅加尔迪亚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，他希望利安努美斯可以参加与昂热的这场比赛。目前利安努美斯在训练场上一切正常，已经做好了参赛的准备。尼马达施华也是在本周一重返训练场，他参加了部分训练内容。队医就针对他的情况来判断他是否达到参赛标准，有可能会参加部分比赛。尼马达施华因为脚踝伤势缺席了此前的法国杯。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